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扎杰，我在《不可思议的爱情》里饰演梁之潇。他是一个制作人，就类似于导演之类的。老大，总监等你看片呢。人物魅力就在于，对我来说就是他的复杂性。他的感情也好，他的就是跟剧里所有人的人物关系也好，就是而相对来说有一些内容的就挺复杂的。对，他一旦认定了一个什么事情，他就会钻牛角尖。就好比说他要救黄渤，他脑子里就是一种方法，他一直往里钻，一直往里钻。然后感情上也是，就是一开始喜欢他，觉得他自己喜欢可思议，然后一直往里钻，一直往里钻，就不愿意去接受别人对他的喜欢，去逃避。对，甚至是自己骗自己说他就是我妹妹，他根本不喜欢我，就这种。在我心里，你依然是我最重要的妹妹。我让你走。我太渣了。我觉得他还挺渣。爱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不能因为你爱我，我就得爱你。我和你，我们都得遵守这种规则。我以后我想划清界限。我一开始我就是跟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思想斗争，因为我是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喜欢的女主，什么时候不喜欢的可思议。那我到后来就妥协了呗，我就觉得啊，那我就是梁之潇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就是想脚踏两只船。对，我太厉害，太渣了，我太厉害了。